欢迎收看大户史记，今天用白菜分享一个好吃的焖面做法。首先将白菜叶掰下来放入盘中，然后放清水冲洗一遍，放在案板上把菜根切成长条，白菜叶用手撕成小块，胡萝卜先切成段，再切成条。小葱切成葱花，生姜切成细丝，大蒜切成片，盘中撕点干辣椒，准备一块瘦肉切成片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放入肉片翻炒，炒至变色，加入葱姜蒜干辣椒八角翻炒，炒出香味后加入一点料酒，加点生抽、老抽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匀后加入一勺豆瓣酱翻炒，倒进胡萝卜、白菜，继续翻炒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撒一点食盐，水开后舀一碗汤汁，锅里铺上面条，撒上汤汁，盖上盖子焖三分钟左右，时间到揭开用筷子翻动下，再次盖上盖子焖两分钟，时间到再次打开翻动，翻动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白菜焖面就做好了，吃起来美味可口，喜欢的就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哦。